啊，大沙漠了。嗯，这边真的跟荒野求生一样。哇，羚羊，野生的？嗯，不知道是，应该是野生的，好几只。哦，好瘦啊。在哪儿？在那儿走害吗？哇，这还有，这还有。哎，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有这种像龙卷风一样的。哎，只要有时间，有一个大块的时间可以玩中国自驾。哇！哇！喜欢呢，好美呀、啊！怎么啦？这谁？欢迎我们的爱人团。谁呀、啊？妈呀！我是这一站陪伴大家的好朋友方嘉译。啊，方嘉译。哦。李佳译姐夫，不是。这我也认识呀，这个。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好久没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公替换我。你好，你好，你好。啊，谢谢。谢谢，谢谢。我知道做自媒体的，我也是。来，过来，过来。马上呢，我们就要走入沙漠了。在这个小村落呢，我们将进行关于沙的初体验。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的东哥。东哥好。东哥，我们在这个小村落就要进行一些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地方呢，是我们在喀什地区呢唯一的一个被镶嵌在塔克马干沙漠的一个村落。大家来到新疆之后，知道我们新疆人的主食是什么吗？馕。馕，好，是馕。那见过馕怎么去烤制这个馕了吗？别人做我们吃。不是，就贴到那个要先硬化，要先硬化，然后贴上去。我们把它叫做馕坑去烤馕，但是在沙漠里面我们没有材料去制作的馕坑，它呢就会利用塔克马干沙漠的沙子去烤这个馕。它是用沙在做的。哦，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我们把它叫做库麦奇馕。库麦奇翻译过来呢，就我们叫做带馅儿的一种馕。那大家肯定会不会想，这个馕和好的面放在沙子里面会不会吃到我们嘴里面？然后我们拭目以待。那我们就安排一个项目，就是他们做了给别人吃，就自己不吃自己的，那比较安全。你来负责吃。好，那我们等会儿在进去之前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当地的维吾尔族习俗，要有一个洗手礼啊。对，来，我们先洗手。哦，去体验。哇塞。在洗手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马上我们就要进行库麦奇的制作了。然后完了呢，不用以夫妻为单位，大家任意两两搞个组合，马上我们就进去制作库麦奇。好，首先呢，现在给我们的面板上撒一层铺面，来撒点布，撒点面布，朋友们，你去跟咱跟人学行吗？哎呀，会，这有啥不会？干干干的。我跟你说，没有啥是男的啊。怎么全是女的呀？没有啥是男啊。啊，我们俩代表了粮食大省。对，一个河南，一个山东，是吧？我们安徽也是粮食大省。好嘞，那看你们的了。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盘子里面有一块大一块小的，好吗？嗯。要制作成我们大号的饺子皮，那大的面就大一点，小的面我们就稍微小一点。好嘞，这边再打样哦，看过来。先揉成一个馒头的形状。哦哟，这样啊。揉馒头的形状。哎，用两个在一块儿，啊，一压就变成两个饼了。咱俩是一人做一个还是一共做一个？你看是分开的，一人做先做一个。我们把它一定要制作成圆形的，好吧？圆的，圆的。我这也圆了呀。对呀、啊，可以，你别不自信。好、哦，只要圆就行呗。对，我跟你说，你别离开王世清，我没有这种生活自信了啊！来，我是没有生活能力了，不是自信。你别不自信。我做所有的菜呢，我的师傅是他。都是他教我的，他是有厨师证的人。哇，就是很多孩子呢，家里都会小时候送去学个钢琴啊，学个芭蕾啊，学个画画啊，艺术啊，什么这些。他家送的学啥呢？学厨师。他说他考大学的时候做了30几个菜，招待全家的所有亲戚。哦。哦。哇，30几个菜。一个人做了那么多，揉面可是我们山东人绝活儿。来来来，来放。封好了，面撒好了，我们这带花儿的，我们这个。
你那也挺好啊，你这都多好啊，弄的。哦，首尔好。对，老金，朋友给别人鼓励，能量好强啊。你怎么样？你那不够圆，你看没有？我们这做的很好，我告诉你，对吧？再按一遍，嗯，你再按一遍。我们可以卷，对，这样它沙就不会漏进去。对啊。弄好了吗？好了，东哥给大家打个样。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个沙来制作。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了欢迎大家到来，这个沙我们已经烧了30多年了。啊，在沙里烤，非常的烫，可谓说是火焰山的感觉了。我们看是怎么制作的啊？这个有几百度吗？我不敢尝试。你。然后呢，我们稍微的不要太靠近，这火都会很烫哈。火在哪里啊？我们稍微对它离远点以后。丢进去吗？我妈的，真的是丢进去了。飞一个，飞一个。你懂吗？你慢点啊。可以。然后呢，我们呢是要完全要用沙子去把它烤熟的，这个馕就是沙子肯定是要全方位。哇，好烫啊！哎，有烟呢。哦，对，据说这个沙子的高温程度让这个馕啊10分钟之内出。哇！天哪，在冒烟！为啥会冒泡泡？哦，馕做好它有很多的水蒸气，有水分。对对，沙子已经经过高温之后。第一次见这样煮饭。第一次见，太厉害了！哇，真的我没看过这样子。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的馕熟。好，我们的馕熟了。这个是谁的？我们的。哇，很完美，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很棒？好多沙啊，都一样。那你自己看。哎，你这是怎么凹凸不平的呢？还姐，我们带花的，我们旁边。你看，哎，都裂了，姐。花儿。我们来。漂不漂亮？你说。他说这烤好了抖一抖就没了。嗯，我们这真漂亮。怎么就翻一下咱这个啊？我们一下还没翻呢。别这么扯。就是它了。我们一人拿个抓子来把上面的沙子先抓一刷来。挺香的，我觉得。面粉的力量。还有那个，对。烫不烫，姐夫？还好。沙子我们叫。哇，还烤那么硬。哎，烤好硬啊。上一次你们这么认真的刷东西是刷什么？刷鞋。鞋子。我们有个梗。对。我把刀递给他，来，你来，我来。你来吧，小心手啊。我觉得你们那个分四瓣差不多了，再切就要是碎了。我们这个小。标准米其林馕，我告诉你。标准米其林馕。你那块都切翻开了。我们这漂不漂亮？你们这可以，但我们这个边儿绝对是那种薄脆边儿。哎，颜值还是得是我们这块好吗？你们那个很白耶。真是颜值，你们那好哪儿了？我们这好，我们这好。信了我。你看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行，看我们。看看米其林的。我们这绝对好。谁都看不上谁的，我发现了。你让老爷爷说说我们哪个做的好。对对。好，我们请来了我们这家的主人，把你们的作品都端一下，让老爷爷看一下。选出一个做的最好的冠军。是谁？哇哇！恭喜！给大家展示一下。他都没有看我们做的。不用看。真的是。宝贝儿，人家老爷这个年纪，他不用看我。都巨星来了。我觉得他没有仔细看。他直接来巨星。老季这个胜负欲是。要尝尝吗？冠军的味道，来，要尝尝冠军的味道吗？有吗？他怎么看出这东西裂了的？他说咱这个裂了，他怎么看出裂了？哪里啊？我就裂了这一点儿，你看。解释一下，没那面，除了新鲜面。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你看他说他这个边儿压得很好，沙子都没进去。你看你那个虽然漂亮，但是沙子都进去了就不行了。说了虽然漂亮这句话是不是？对，已经很欣慰了。姐夫，那我们这个是一点不行吗？好，来了。你们这个他甚至不愿意评价，甚至不愿意，他都看不见。厨师的怎么不行？我们第二名。耶！耶！这个环节是谁提倡的？宝贝儿，马上我们进入沙漠里了，你赶紧多吃点吧，里头啥都没有。但是姐夫今天表现如此出色，确实我心里不是滋味。什么才是你要的滋味吗？
关键他在家里没有好好的去做过馕这种东西。你要求也高了姐，谁会在家做馕？平时我们在家里不太，顶多到饺子这个部分，不太会到馕。首尔就喜欢这种梗，对，要跟他玩。接下来有一个多小时行程，所以大家休整好，我们就那个两两一组，然后要登上骆驼车了，好吗？那咱走了，走了。哇，这种骆驼车啊！那个马上要到营地了，接下来导游到底是谁来当？我选张硕。好，哇，恭喜新的导游。那导游来分组分骆驼，我分组分组各自分吧。还是原来搭档呗。那我们坐最后一个吧，你们两个坐中间的。好，你坐那边，我坐这边。上吧。从那边上啊。你先上，我先扶你上去。你还用扶我啊？好了。小骆驼，你要跟着我们吗？走喽。谁在用伞？首尔吗？啊，老刘。妈呀，这个就是那个坐驴车吧，把驴换成骆驼了。你们前面这个小的好可爱哦，超可爱，他一直跟着他妈妈，他像领航员，好可爱，还是蹦蹦跳跳的那种，啊，好可爱呀，真可爱，他长得好好看，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女的，还是一个宝宝，嗯，哈哈哈哈，好乖呀，你看他。嗯、啊，他真的好乖，好喜欢他。这老师敢摸啊？小骆驼，他叫小铃铛，是吗？我想知道我们这只叫什么？没有，我们随便起的，哦、因为他挂了一个铃铛。哦，这感觉真好。嗯，已经那种有一点点开始苍凉的感觉了啊，枯树了，好漂亮、啊、这个景。我感觉翻过那个山头就应该是真正的沙漠了，是不是？前面那一座山。我们来唱歌吧。来吧。你们都会唱当吗？张硕什么都 OK， 他是。我 OK， 我当然 OK。OK 吗？王世杰。可以啊，可以啊。来来来来来，张硕起头。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地就不再流，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哎，真是各唱各的。花朵全部凋散，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哈哈，这氛围很好。氛围很好。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也就能够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哈哈，不高兴了呀。嗯，我觉得今天他在旅程中他是享受的，你看他前半段跟后半段他好像越来越放开自己，你看这张，对，他越来越放开自己，看起来开心。哎，是的，好像很享受，很开心，很快乐了。哎，这个是我乐于见到的，他气色都变好了，活力回来了。要到了，要到了！你看那边有灯，到了，到了。要打破一下生活，要进入新的元素。对，原来那个东西已经形成一个闭环了。哇，好多骆驼！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要入住的营地，这个营地叫做此山必睡。哇哦！哎，这是一个小村庄呢，太美了，好期待晚上、哦、真的好美啊。自在，老刘，哎呦，黄沙漫天了，姐夫看看到了沙尘暴要来了。哇，哦，那是刮过来的沙子吗？
哇，这叫沙尘暴来了，你看左边啊，我的天哪，好恐怖哦，这个沙尘暴好酷啊，真的假的，有点恐怖，说实话，那我们要躲哪儿去呢，房间里啊，沙尘暴要来了，真假的，真没说过来的，不会有危险吧，快快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哇，先进屋吧。天哪，老子赶快跑到沙丘上拍一拍。哇，老刘很悠哉啊，好稳啊！大家在一起吧，老刘快进来。真的，这个很吓人的，快来！我想感受一下。他突然间有好奇心了。老刘其实是一个蛮浪漫的人。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在沙漠里这样过夜。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沙漠的夜晚到沙漠的黎明，因为我是看着这个沙尘暴从远方的地平线慢慢升起到覆盖了整个天空，其实我非常想，但是他希望我进去陪他，不是我们要不行就赶紧出去吧，这里是最安全的了，现在我有点慌，哎，我们出去来不及了，姐，我们不会在这里把我们的小命搞没了，我不相信，已经开始刮风了，快快快，我天哪，快，姐夫进来了，哎，我们不没事吧，不会危险吧，没事，首尔是真的很近的，哇，这个风吹的真的很大，哎，哇，一下真的来了，我天哪，看这个灯就黄沙漫天了，这个天气跟我们吵架一样